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。我们现在玩的叫地下村庄篇，一个没找着，这都已经快中后期了都。好吧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还是去攒钱去啊。我打哪个呢？哎，我不跟他们抢了，我上这儿打吧。OK， 冲啊！打这个小绿人啊，叫什么 ？OK， 我看看啊，叫压迫绿傀儡啊，打死。他掉的这个稿子呢也挺好的，本身就挺好的，然后拿这个能卖钱啊，然后咱们换六界神装，咱们现在是一身是五界的，我去都坏了，都给我打的。 OK， 我去看看啊，怪还有没有，没有我还得放点怪，剩一个了，这给我干嘛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开创造把怪放出来啊。哎呀，我的什么玩意丢了。哎呀，我的剑呢，我去，给我啊，家人们，钻石太难攒了。杰呀，你去打那个什么去啊，你还整个钻石太难攒了。那刷怪场不有的白给你钻石你不要。我先把怪放出来啊。因为这个刷怪龙呢有个毛病啊，什么毛病呢，是无限刷。所以呢只能是手动的啊。因为无限刷的话，他可能把服务器卡爆了，只能这样啊。哎呦我去，是不是有点多呀？我装备不会让他们给打坏了吧？好，我到这儿来是吧？然后呢，我才这样啊。OK， 好了，来吧，打吧。我去，我怕我装备扛不住啊。行不行啊？没事啊，还修我装备呢。行行行，小狼失败了。小狼是谁呀？战狼失败了。战狼又是谁呀？这服里边有叫战狼的吗？慢慢打啊，慢慢打。哎呀，你谁呀？空气你能不捣乱吗？人家打怪呢，烦人不？快打快打快打！你干啥？哎我的妈！我去！哦，可以了，我先去那什么去啊？谁跑去了？别跑去啊，五界神装在这儿横着走是吧，还不错，你要去下一个地方你就完了，腿给你打折是吧。 OK， 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我去卖东西啊，这样卖这个。哎，这个钻石啊有点烦。姐啊，要不要钻石？你不说钻石难攒吗？姐你在哪儿来，我给你点钻石来。 OK， 我把它薅过来啊。吉叶到我这儿来，你跟他混啥？来来，我给你点东西，来，我给你点东西，给，够不够？给，跟这大哥好混日子啊，行了吧 ？OK， 我看一下啊，嗯，然后我带点金苹果，都不用带多啊，我去，我爱你回来。行行行，这个事儿不能说的太细是吧。啊，我现在干嘛，我继续去坑去。我的妈，这干啥呢？哎我去，我站在这儿。哎我去，他们的掉路唯一有点烦的就是还得换那个什么啊，钻石矿石是不是。木中啊，你又来干啥？你去打那儿去啊。哎我特意躲开你啊，这人真招人烦。那我去打那儿去。这儿怪打得好好的，你又跑那儿去了。你像个鬼似的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玩意儿，空气啊。哎我的妈。这边的容易把我的甲啊，它是这样啊，它是分等级的啊，这个地方呢就比那边难打一点。这地方也容易把甲给打坏了，看到没？刚才那个地方就没事儿。啊，我说的，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我中毒了！
OK， 我看一下啊。那个男神呢？我看到了，你自个儿进来吧。你用榜一的券应该第一个用啊，因为你第一个买的。感谢男神晚风啊。说实话，好像打那个好像更合适点。这个虽然说他给的多啊。地铁安然说我要玩，行，我看看啊，我把房间号告诉你啊，62425。62425啊 ,62425。你叫什么名你得告诉我啊。我打到公屏上了啊，你自个儿进来吧。谁呀、啊、这是啊，谁嘎了，你真是闲的，你还整个破狗你。哎呦我去，你是狗吧你啊。什么鬼啊，我装备呢，你不是人你别捡我装备啊，把我装备还给我。还有不是帽子还有传送书，帽子给我。你提了个破狗，你搁那招摇撞势的，你这是。我书呢？书呢？传送书呢？铁的就别给我了。传送书呢？提了个破狗，你真烦人。书呢？你手残怪谁？废话，你整个狗，给我书啊，我得走。这人多招烦，还整个破狗。我看这狗血量多少？90多万血量。你以为你玩方舟呢你啊？哎，我真是，这都啥破玩意儿啊？再给你吧，这都给你。啊，这也都给你，去换钱去吧，去吧，都给你，去换钱去吧。别打他的狗啊，他那个狗老缺德了。你整个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？啊，这辅佐太不靠谱了，去，整个破狗给我秒了你。什么人呢、啊、这是恶心人，个人这是、那狗打一下把我秒了，我五界神装一套，你啥意思啊？咱们的五界神装是那个啥呀，是纸糊的、啊、你说这个人多无聊的。哎我的妈，那个木钟啊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我去打啥你就打啥，你是不是要捡我漏啊？ OK， 我看啊，把这些都卖了啊，换龙蛋啊，咱换神器去啊，走。这个是吧，这个是啊，换龙蛋，两组下界合金块一个。哎我的妈，不是我去打那个绿稿子那个，你也跟着去，你啥意思啊？我还差5个啊，5个，这个再给你点，咱们继续去呗，去传送区。打这个我感觉小，谁又搁这儿呢？啊，我真是。跑步团队2号，我看着了，我把你车位抹掉了啊，你自己进来吧。男神也进来了是吧？好像都进来了。打呀！瞅我干啥呀？我感觉你得死。哎呀还行，小伙挺能打呀。还行，加油。哎呀我被他们这个挤的，那我上哪儿去、啊、那这地方我是肯定是不敢去，这叫什么岛，青铜岛，我不敢去，随便空岛吧，有点危险。
我到时我吃金苹果都不一定能扛住他一下子，不过他给的多。哎呦我的妈，海底神庙我得找一天。你跟村民那啥交易啊？你老跟着我干啥？那狗呢？是这个吧？哎呦我去，这玩意伤害太高了，能打死他啊，就是费劲，老费劲了。哎呦我去，回血回太厉害了，这玩意儿啊，别让他打着啊。嘿嘿，不过这脑瓜他卖多少钱呢？我记个点吧，这叫随便空岛是吧？我加个点，随便空岛，要不来一趟太费劲了。随便空岛 OK， 然后呢把他挪上去啊，随便空岛跟谁换呢？凋零这儿吧，行。然后呢我去趟商店，我看卖这个看看啊，多少钱这个是他吧。绿宝石有啥用？暂时没什么用。我看看我现在干嘛，我先拿这个换呗，这合适吗？冒着生命危险的，说实话有点不合适，是不是小伙伴们？OK， 这样呗。几个呀？14，我还差四个。那我，我有点不想去那儿。这边也行，打吧。你们怎么都上这儿来抢来了？那边你们不去了吗？我都没地方去了。没怪了，回应给我怪，哪儿没有怪啊？这边啊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那我放怪了啊，离远点啊。离我远点啊，我放怪了啊。死了别赖我啊。这怪2万5的血量，我去。离我远一点啊，死了别赖我啊。这怪有点厉害，我这个五界神装容易让他给打碎了。好了好了，行，停，都可以了吧？咦，放这么多 ？OK， 那我就那什么了啊？这狗干啥呢？搁这儿？这狗是那个腐乳的狗吧？哎，我去，他是唯一一个带 buff 的，现在看的啊，就是带攻击 buff 的，迟缓是不是？我被他们挤到墙角了。我就这么打吧。哎呀，我在哪儿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我捡着没啊？捡哇，好多呀！我看我甲行不行？甲容易坏啊！甲要坏了，我吐血了。哎呦我去！甲有点厉害掉的。我先把他们消耗一下啊，行不行啊？哎呦我的妈，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哎呦我的妈，还可以，就这甲有点受。哎呦我去，甲差点坏了，这怎么玩？就那么玩呗。我先回去啊，商店。你搁哪儿呢？怎么玩啊？我都没看到你搁哪儿。OK， 这样呗。然后呢，我把雕鹿都卖了啊，赶快卖。我换个神器就好了。我咔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。还有这个，给它卖了。OK， 我能换几个？我看看啊。那个新进来在哪儿呢？新进来的刚进来，先去那个新手区。我到这儿吧。OK， 把这个卖了。哎呀，我就差不点儿了。新手去先去那个新手的地方，差两个就。哎，我真是不行不行不行，快快快，那边还有点掉的，你上那去。谁呀？又搁这儿啊？
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怎么减速了？大哥，我去捡那个剑去。那边有一堆呢，我去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减速了，真烦！哎呦我去！这些够不够？够呛能够啊！谁整这么多狗个字啊？烦不烦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，空气啊，你能不能做点人事啊？你放这么多狗干嘛搁这儿？哎呦我去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走了，我夹不行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想把我夹给整坏是不是？哎呦我去，这坏的，不行，我上这就打点怪吧，打怪修啊。看着没，是有风险的。你觉得你搁那站着你挺牛的，来我打这个。他们对我是无可奈何，我站着他们都得死。修我的装备，还不行吗？这边可以掏钻石啊，那个新来的你可以到这来捡钻石。还不修吗？你经验修不三万多吗？修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得啥时候修你修你啊，修你修你修，怎么还往下掉啊？快修快修，鞋子修完了啊。哎呦我去，快点快点，修没啊？修帽子，死了？我都，你干啥？那我打这个吧，这好点啊。这边呢可以捡那个经验附魔瓶啊，是吧？你背包里有的话，修完没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行不行？哎呦我去，我修不完了吗？这个扔了，我捡一下那附魔瓶吧。这样呗，捡，够不？点一次好像是给，哎，这多可点儿，48，捡一次给几个？给16瓶的，还挺多啊。哎，我这帽啥时候能修完呢？我的妈！新来的不捡装备吗？这新来的，我真是不会玩，我的妈！搁这掏这个，哎，我去！好吧，那我这个我这么修啊，哎，这还行，修呢。我回家，我家里有个装置啊，什么装置呢？专门是修复那个装备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坏的这么厉害呢！啊，我家里有啊，大哥。他是这样的啊，有没有普通的卖？没有。修吧，还不如这么修了。这边有个小拉杆是吧？打开就能开和关。你看这样是不是非常的不错？传我一下，你搁哪儿呢？我把碳都给续进去啊。碳是吧？这个房子是我的府主空气给我修的，这房子真是土豪啊！这写的啥？垃圾桶。谁这么装？搁这放的钻石，搁那炫富呢？OK， 那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我得回去，回到商店，刷点红骷髅。行，我把这些都给扔了啊。OK， 然后呢，我还得把这个卖了，钻石我也不要了，这样呗。这样我够不够啊？不够好像，差一点。嗯，我还差两个。我还差两个吧，啊，差不点儿，我就我再去打点去啊。哎，我真是打龙蛋太费劲了啊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的妈。